馒头，馒头在这面带笑容的姐姐抱着他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刚才吃完早餐啊，吃的美美的，是不是啊？吃了蛋糕，然后吃了鸡蛋，是不是啊？吃的满足了啊。哲哲，哲哲今天穿上小衣服了，他超喜欢穿衣服，因为天气一有点凉啊，他一拿衣服，他可高兴了，摇个尾巴。他怕冷，卷卷特别怕冷，而且她女孩子她知道要美啊，要穿衣服漂亮，是不是啊，小乖乖？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馒头你又下来了，我一说角角你就争宠。啊，彩彩来了我啊，是。彩彩一来馒头就呜，吃醋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彩彩，哎呀，姐姐昨天晚上一直搂着彩彩睡觉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这尾巴摇得真治愈。好了，在撒娇呢，三哥。哎呦，柴柴就喜欢用头这样顶着你，小可爱。老爸在刮胡子呢，今天天气真好哎，不冷不热，21度，然后阳光又好。今天要送女儿上学，去学校啊，我们准备开车送她去广州。老爸在这里准备烧点热水，带一壶热水啊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这个壶的话，烧水啊挺快的，然后那个出门啊，带上啊可以喝热水啊，很方便。准备出发喽！你看今天我的这个长袖啊，我终于穿上了。今天天气变凉了。瘦一点，然后今天也化了点淡妆啊，像当旅游啊，带着狗狗们一起去。你看他们已经很激动了。啊，宝贝儿，带你们去，带你们去。哎呀，小乖乖呀，小乖乖。好了，跳绳子，准备出发。娇娇还挺积极的嘞。哎呀，他怕不带他，三个小家伙，姐姐在给他们套绳子。你看馒头。去喝水了，知道出门前先喝点水，小乖乖，超可爱。哎呀，好了，柴柴别调皮了，姐姐给你套绳子。三个好开心啊！这个水开了，老爸要带点那个单丛茶，他要加点单丛茶，直接加进来茶叶，不要太浓啊，我不喜欢喝太浓的茶。可以了啊，你看有这个壶挺好的，出门都能喝个热茶。这个壶好在哪里呢？就是烧了水以后，这个线可以藏在这个底下呀，不影响出门的话，就当一个那个便携式的一个那个热水壶就可以了。你看它这个线插座一塞进来，就方便。很方便啊。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哎呀，激动的不行呀、啊，三哥。我们现在出发喽！你看柴柴，好开心啊，去旅行了是不是呀、啊？我们先去这个顺德，就是顺德的欢乐海岸。女儿说去带他们玩一下，因为那里离女儿的学校是很近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今天就当旅游啊，送姐姐去学校。看这两个宝贝儿，看这风景啊，是不是啊？前方即将经过南沙大桥，全长6.8公里。宝贝儿们，你们不能进去呀，不能进游乐场啊，是不是啊，宝贝儿？啊，不可以带狗狗。哦，露天的都不能带啊，不可以啊！哎呀，我感觉露天的，像这种露天的都不可以带狗狗，感觉不太人性化。不过算了，可能我们带着狗狗也会影响其他的这个人游玩吧。
我们来到这里，这里面是一个小镇呢，游乐场，然后也有商场，感觉里面很漂亮，但是我们进不去，因为他不让带狗狗，我们这才发现，哎呀，带着三只狗狗不能进，太可惜了啊。那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下外面就好了。看，我们到这边来，这边的话是一个还没有开发的一个区域呀、啊，这里就可以带狗狗，里面不让进，这里也挺美的啊、哦。我发现这边的水系还是蛮好的、哎，水特别的清，景色也很好看。你看这边，这边就是它已经开发的一个游乐场，这边就不能带狗狗。你把它绳子放开嘛，松开。哎呦，你看卷卷多开心呀、啊！你看这个地方没人也没车，可以给他们把绳子松开，让他们走一走啊，乡间小道，让他们自由一下。你看好开心啊！哇，我们今天找了个好地方哎，真的是宝贝们太开心了。很难得可以不用牵绳子喽，哇，这真是个好地方。你看这个花多漂亮啊，红红的花。不会这边没河了呀，就是乡间小道啊，河在那边，我们已经走过了。老爸还不放心他们，怕他们乱跑。让他们回归大自然啊，让他们在大自然里面自由的这个奔跑。姐姐呢，宝贝儿们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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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一晃他们就去喽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好开心呀、啊！哎呀，卷卷超可爱。彩彩，让他们在这玩一会儿，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。你看这一片的景真的很漂亮，到处都是红花绿树啊，哈哈哈，真美。你看还有泥路，女儿鞋子上沾的都是泥啊，哈哈哈哈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花，上面还有很多的果子，然后一开这么大一串，你看一串一串的开，真美。宝贝儿们，你们可以自由的玩，你看卷卷在拼命的吃草啊，呵呵，这里草随便吃，呵呵，我们也休息一下，喝点茶呀，呵呵，你看这个湖挺好的，出来可以喝热茶，呵呵，老爸渴坏了，舒服吧，喝热茶舒服，嗯，你要不要喝？给我倒一点，我也要喝一点。这壶还挺好的哎，是吧、嗯、出来随时可以喝到热茶。很烫。太烫了是吧？那凉一下。哇，出来喝杯热茶很舒服的。我们年龄大了不太喜欢喝冰的。在大自然中可以品一杯热茶。我们在这里吃这个牛杂，这个是汤河粉，很正宗的，闻着好香啊，还挺多料的。要不要葱花香菜？要一点葱花香菜，这份的话是15块钱，也不贵啊、哦。也是最便宜的了。便宜啊！这个是微辣，小米辣，随便放。哦，自己放辣椒，好。剪一块萝卜。然后牛杂，我是放的是粉，米粉，桂林米粉，牛杂桂林米粉。这个汤是熬了多久的？天天新鲜，一般都是四个钟。啊、哦，四个钟，熬四个小时的。每天卖完就收工，没有隔夜。哦，就是卖完就收工了。嗯、味道不错吧？我们家的，我们家的，干嘛？你看，在广州这边。小吃，郑州的小吃很多的，我要放点这个小米辣。对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对，
辣椒自己放哦。看三只狗狗馋的不行呀、啊，这个肉肉是有咸味的。现在给他买了两根火腿肠，你看这老板娘挺好的，帮我把它剪一块一块的喂给他们吃，他们吃火腿肠，还吃，感觉还不错哎，这一份15块钱不算贵哦，便宜，那么多的牛杂。看老爸就在下面喂他们，坐好坐好，慢慢吃。你们有好多的火腿肠，宝贝儿，坐好。尝尝，好了。